大家好，今天是5月14号了。前两晚呢，我们这里还有一个霜冻，所以呢，今天是过了，今天应该是安全的，可以移栽我的菜苗啊，还有番茄呀、辣椒之类的。看，这是我1个月之前移栽的生菜。已经长这么大了，可以摘来吃沙拉。生菜和韭菜呢，我是套种在一起的。然后这个旁边这里呢，这个边边呢，我就种了四季豆，一直这一排，所以种在这边呢，我们就不需要特别的搭架子，就顺自然的爬上这个围，这个铁栏。比较方便。这个是红萝卜，长得还不错，就是有一些地方没长出来，不是很均匀。这是去年，春天种的这个欧芹了。看看，这个挺过了寒冬，长那么大一棵，挺耐寒的。然后这里呢是西兰花呀，还有椰菜花、大白菜，看看，很大一棵了。我用，特别今年我用了这个防虫的这个网，罩起来，虫害就比较少一点。我们这有机的这个种植，我们不想喷药，所以呢，只有这样防护起来，就虫少一点。然后这一床呢，我就什么也没有盖的，也是有套种了很多不同的蔬菜，这种是甘蓝，这个也是甘蓝，这个应该是这个椰菜花，生菜。西芹，还有这个刚出的菠菜，这些是应该是这个椰菜，cabbage 都长得不错了。最高兴的就是这一床了，中国的香芹，看看长得多茂盛，我已经摘过一回了，拿来炒菜吃。然后这个就是紫色的。白菜，小白菜可以采收了。然后这个莴笋，看看这个莴笋，我已经采收过两回了。这个叶子真的非常嫩，非常好吃。然后这个是香菜，芫荽也可以采收这个叶子了，我就不用等它长得非常大，之后就把叶子剪掉，然后你又可以重新的再采收另外一遍，一直循环的这样子采收。我种的很密，大家可以看到，非常的密。这个呢是甜豆，大家也可以叫豌豆，应该是这样子吧。这个是也是另一床的豌豆，后面这里呢，我种的是甜菜根，甜菜根也长得非常好了。这边全都是甜菜根，这边是豆子，甜豆，然后甜菜根，那里呢有芦笋，看看这个芦笋很壮，看没？哎，这是我的珍珠鸡，看看珍珠鸡，今年第一次养的珍珠鸡，英文也叫 Guinea fowl，它们长得非常有趣，听说这个是孔雀家族的一个品种。Hello, lady，算第四年了，长得多壮，好大一颗，这个应该可以采收了。
后呢，这床的话呢，我用了有一个铁架子搭起来。这样子的话呢，我准备把这个番茄就种到窄的这一边，然后这一边宽的我套种了这个矮的那种四季豆，我已经种了前两天，但是我忘记拍视频了。我种了两行的这个矮的重生的这个四季豆，一直到这里。然后这边呢，我是种了胡萝卜。听说这个胡萝卜还有四季豆跟这个番茄一起套种的话，他们会互相的帮助这个生长，还有避免这个虫害。然后这里呢是茼蒿菜，你看看这个一个多月了，长了一个多月还是这么小，因为四月到五月份这个期间一直到现在都是比较冷的，现在这几天这两天才刚刚开始变暖。看这个茼蒿很快应该就可以采收了，因为这么早种的原因呢，因为我想如果等它热起来有一些开花了，我就自己留种子，就是我种那么早的原因，它们就容易开花，自己留种子就比较好一点，就不愁没有种子，买一次种子你就可以种好多好多年，一直的这样每年留一点种子。那这是 sweet chard 军达菜，有很多不同的，这些都是 kale。看看我的 garlic 大蒜，这个是软没有开花的那种大蒜，你看看。我自己在超市买的有机的那个大蒜，超市就是卖那个蔬菜煮菜用的这个大蒜来种的第一年，现在我自己每年留的种子第三年了，你看长得真的非常粗壮。今年我种的话，大蒜这个间隔的话比较宽，大概有6英尺，每这个株子之间种的距离比较宽一点的话，这个大蒜头到时候会长得比较大一点，因为它有更多的这个空间去膨胀生长。以前的话我都是贪心啊，种的比较密密密麻麻的，太密了，导致这个大蒜头呢就长得不是那么理想。这个也是另一床的大蒜，这个就是我们可以有蒜苔吃的这个大蒜，叫是俄罗斯的一个种子，红色的 Red Russian 应该是这样子的，我在农夫市场买的，当地农民种的，然后去年我就买了10头的这个大蒜，我就拿来全部拿来种了，然后我今年也打算自己留种子，因为我非常爱吃这个蒜苔，这个就是我为什么种这个大蒜的原因之一。看看这个蓝莓马上就要开花了，我种了4颗蓝莓在这个地方菜地里面，然后呢因为这一颗就感觉要没有什么精神一样，不过也感觉有些新长出来的苗应该不会死吧。大家有没有这个种好蓝莓的这个经验，大家可以分享一下在底下。这是士多啤梨 strawberry 已经开花了，看看这是第4年的这个 strawberry 这个床，今年长收了strawberry 之后呢，可能到明年春天的时候我就会把老的根拔掉，然后要找一些新的这个苗来重新移栽到另外一个床去，因为你看有些稀疏的这个地方已经感觉要死掉了，这些根老根。草莓的话一般长到第4年第5年以后，你就要把它挖出来重新种在其他地方。
那就是我去年用那个新的苗种的，你看长得多好。这里是菠菜，种了有应该有一个多月了，你看因为冷也长得不是很多，摘过第一次，现在第二次马上就可以摘。这个菠菜摘完以后，这里的话呢打算就种红薯。